今天直播除了分享自己和成员的近况，也再次高歌与粉丝同乐，但也因为太嗨被邻居投诉噪音，成为直播的小插曲。此外，救国效应再次发威，他在直播中使用的水杯再次成为粉丝们抢购的项目。这款双层保温实用钢杯分成16 ounce 和20 ounce 两种尺寸，在亚马逊上可以找到贩售通路。而救国使用的色号很快就被抢购一空，每次救国使用的高 CP 值实用小物，即便没有特别宣传，也立刻就会被粉丝搜寻出来，并且成为断货爆款。而救国亲自推荐的饮品都因为被粉丝买光，让他本人都买不到的程度，也让网友粉丝们认证不愧是能救活 CK 股价的带货王子。救国光是开直播就创造了惊人的经济效应，这就是世界韩流明星的巨大影响力。